你好，这个是110伏转220伏逆变器，然后呢，这个逆变器的这条线，有插头的这条线是插在我们的这个电源上面的，然后呢，这条线是接到机箱里面，接到机箱里面呢，我们从下面这个孔，然后从这个孔把线穿进去。 穿进去呢，然后我们好照一下这边，随着我们摄像机的镜头呢，然后来到这里，这是我们的电控箱，接线的地方呢是在这里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通用的就是国际的标准，就是左零右火，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零线接到左边。 稍等一下啊，我们，然后我们用十字的螺丝刀把这个零线接到左边，然后是右边的这个火线。 也一样的操作啊，也是先拧松了之后，然后接到这个火线的这个孔里面。好，这个拧的话一定要拧紧，预防这个线没拧好的话会脱落。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地线，我们的地线呢是要接地，接地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新线，如果到客户那边接线的话，我们会稍微包一点点，或者是单独引上来一根这个地线，然后和它接在一起，然后呢我们把线就这样顺着这个边，就这样。 放在这里，即可。好，接线的方法呢，我们就讲完了。